每周三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上下集，观察室陪你一起磕糖。会员版进击春日三班同步上线，解锁劲爆游戏局。周四中午12点，砰砰放课后，每期两位春日三班新生带你云体验特种兵一日游。周四晚10点上线纯享版，沉浸式磕糖看到爽。周五12点加更春日三班，畅享超多花絮猛料。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优酷《怦然心动二十岁》，这一刻想畅清。本节目由畅清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那么这一期呢，我们的所有的同学们即将进入到他们新一段的旅行当中。哇！一般我们节目的传统是第五集都会有新人的加入。哦，又有新人了。又有。那是女生还是男生？应该是女生吧。因为我看这女生的类型缺一个谢娜姐那种类型的，就是搞笑的，就活跃一下尴尬的气氛。对，搞笑女没有，搞笑男倒是好几个。我也觉得是搞笑女生，要么就把我自己投进去，每天给我给七七留言。七七呀，七七呀，虽然今天没有人给你留言，但是我来给你留言了。好，他们这一次的旅行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请看，出发去云南吧，出发出发出发吧，冲啊，走啦走啦，冲冲冲，好开心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两个的 OOTD， 耶！哎，那谁啊？开始。第一次去云南，第一次去云南，超期待。哇哦，这个人，两口一个汉堡。来跟镜头比个眼。太认真了。这个酒店我住过啊，真的、啊、住过、啊、很好，旁边还看星星。哇哇哇，这是我们的新家吗？哎呀，我帮你一下啦。我可以，自己可以。小叶真的怪力少女，很猛。我来帮你提吗？啊，可以，谢谢你。没问题，我帮你。谢谢。它这个是泳池吗？哇，这个地方真的有点舒服，超帅的耶！哇哇哇哇！哎，你们看，这里有新的。欢迎来到班级旅行第一站——雪山小屋。明日主题：和陌生朋友冒险。陌生朋友？什么是陌生朋友？留言后公布明日可选两位伙伴哎。哇，新人来了。男生还是女生？哎，这什么？啊，女生。太一洛吧，洛，就给他跳去吧。七七很兴奋，燃起了新的希望，是吧？七七应该只能在新人那边找到一些希望。先上个房间看看吧。我帮你搬，我帮你搬，我帮你搬。谢谢谢谢，我帮你搬。等一下。哇！哇！哦，客厅吗？哇！这个三个床拼在一起的，我们可以一起吗？哦，我睡着。这里也好棒。哇，这里外面还有个阳台，好漂亮。我们俩就在。哇，这个也很好哎。哇，可以可以可以，搬行李搬行李。来，3、2、1。哎，为什么是录像啊？是录像啊，哦，都可以啊。录像嘛，快点快点。那个毯子我也披过，我也有，这丽江都会买。3、2、1，嚯！3、2、1，嚯！3、2、1，三个体育生。最后一个最小的，这是什么？这是那个松果。松果。男生在一块玩，女生在一块玩。宝宝，我想和你聊天。好呀，宝宝。怎么了？感觉有点怪怪的。哦，怎么了？小叶感觉还是有心事哦。
就是你们都知道小芬喜欢我，但是我们从深圳过来这边的中间，他就完全也没有帮我，就一点儿表示都没有，是零哎，是零。一句话都没有说过，然后一点行李也没有帮我提过啊，一句话都没有说过，为啥呀？嗯、不知道咋的了？就刚上楼的时候，可能被谁点了一下吧，然后帮我提了一下箱子，就这一下。你看前面都是小月自己提的，你看，有点失落，就是没有能很好的照顾到你，对吗？嗯、就是我觉得他、嗯，他在我需要的时候总是不出现，嗯。而且我就会觉得他有些很多地方其实都很幼稚。这个咋倒了呀？可能是他真的很喜欢云南吧。我就特别在意这些小细节，因为我除了这些细节外，我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可以了解到你。嗯，所以我就觉得他好像就是他会经常神游。而且我当时已经给他写了一句话，我说我想要那种明目张胆的偏爱，但是就感觉他现在给我的偏爱只是停留在他一直在给我留言上，就是他在行动上并没有让我感觉到我被照顾。他喜欢上他了以后就会特别在意一切啊，女生这好像狗换，感觉付出了很多，其实什么都没做。嗯，对对对对，啊，他这样的行为就有点像画大饼的感觉。嗯，画大饼。对啊，就是像画大饼，我很讨厌别人给我画大饼。他说了，但是却没有做到。对，我觉得短期内可能，如果他要做什么改变，还挺难的。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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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你觉得呢？我觉得他有点悬。妈呀，下头啊！嗯，如果还和他相处的话，就是你可以再多考虑一下吧。他做到知行合一确实是有一点点困难吧。对，不过他也有在改变，但是我有时候会感觉他努力的方向好像不太对。对，是不是有错误的人指导了他一下还是怎样？好，嗯，我想给他留一条，留吧，现在帮他录一个。哎，不要搞这种事情，不要搞这种事情。哎呀，你再想想吧，我觉得就是可以及时止损一下之类的。止损有点严重吧？对，我觉得他对我的喜欢就是还停留在表面哦。因为我那天在海边留言，嗯，我问他，我说我除了外貌之外还有什么吸引你的地方？喜欢这个东西不需要那么多理由。我觉得他回答的有点模糊，但是我是觉得你就是，我就感觉这种喜欢是浮在表面的，就是他也没有说就是我一定要追到你或者怎么样。那他现在在你心里的好感度大概是多少？你觉得？可能只有三四十或者多少。本来舞会那一天的好感度可能高一些吧，但是后面就是我们过来这边就是什么都没做，然后一点也不帮我，就我感觉我的好感度就会一下子降下来，8.6变成3到4分了。所有的那种感情或者一些举动，都是我推着他，我逼着他做的那种，我就觉得，嗯，不是他真心那种想要的，是是是，那也没必要给我，我不需要这样子，我就觉得，那我觉得就是其实两个人合适度还蛮重要的，你们两个现在的状况就有一点点像不合适，像不合适啊。佩佩直接劝分了。对呀、啊、有点定死局的感觉。对啊，我觉得会很累。我觉得你没问题，你就按照你想的来，我觉得对的人就是应该就是跟你这方面是契合的，你不需要做太多的努力啊。那我帮你跟他聊一下吧。哇、啊、你能聊好吗佩佩？我觉得不用吧。你觉得可以吗？好好批评一下他。好，没问题。到底怎么了？这个在恋爱中特别常见，就是一旦关系比之前更确定之后，就会特别在意对方在不在意你。对，
会有期待感，所以谈恋爱才会吵架，因为两个人不在一个频率上的时候就会有争吵。感觉这会儿对这个情感的投入，小叶突然变得更多了。对对，更多的人反而就会思前想后的更多。其实之前小叶在留言的时候，他是有对那个问题是有期待的，但小峰当时可能答得没有那么好、然后在后面的几天相处当中，小叶一直有这个期待，一直在等，但后面都没有，就是有落差了。这个件事情严重吗？我觉得不严重，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因为就是有了摩擦，就是看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小叶他在意的点都是些生活的点点滴滴，但其实小峰他不是那么敏感的人，小叶只要跟他说了，我觉得小峰一定会是会满足他的，只是因为小峰他不知道原来小叶要这么细致的需求。但女生不太会说，她就需要你自己去探索。对对对，小叶想要的小峰他其实就是给不了那么多，就是他本身就不是一个成熟的人。对，没 get 到。对。这一刻想唱青，本节目由畅青酸奶独家冠名播出。这一刻想唱青，本节目由畅青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小峰，我们聊聊吧。你有没有察觉到这两天小叶他的态度对你没有说就像之前那样热情了？就是你也知道女生其实会比较在意一些小细节的，然后他觉得你这一点做的其实有一点不足，然后你是想要去解决问题还是？我想要解决。他是不知道哪些细节，就是我也感意识到，就是可能就是前面那两天我稍微有点没有主动，就是脑中没有那根弦儿。其实我主动，我感觉也没有得到他，没有得到他特别特别多的正向反馈。反馈，其实你就想想，你想要了解他哪方面，同时你也可以说出你是一个怎样的人，然后让他也了解你。这样的话，你们两个就也更好的接触。对，就是这样。对，反正你现在的态度就是你想改。我绝对想改，我绝对是。那我觉得这样吧。要把这个误解解开，对不对？所以你就是要诚恳地跟他讲一讲吧，我觉得，然后你之后再看他的态度。我觉得男生啊，就是你说这个话你要对他负责任，你就要言行一致，你要去做到，对吧？如果你向小叶承诺了，我觉得你就要表现得出来，但是你要想清楚我要为他做哪些事情，对吗？你要看到事情，你会注意到他的不冷言，会不会让他没有满足，这个也挺搞笑的。你觉得 OK 吗？我觉得 OK。 那你今天再找机会找他聊聊吧。好，走吧。佩佩好有责任感哦，像他们的爱情保镖。也挺有勇气的，我不敢做这个事。我也不敢做这个事情，帮别人决定感情哈。对，很吓人的。讨论一下新女嘉宾吧，你猜她多高啊？我猜1.66米左右。我猜跟我一样高。感觉她应该会比较甜一点，看照片。哇，感觉也是可爱的。蔡一路来了。哇，还挺好看的。可是我也很喜欢她。哇哇哦，漂亮。哇哦，怎么感觉有点像汤唯啊？刚才有个角度特别像。对，她有一点清冷的那种，说不好的，对吧？真的挺好看的，蛮好，我觉得。也挺甜甜的。哎呀，我带入七七了，如果我是七七，我就喜欢她。来了吗？来了吗？冲！我看到了，哇哦，哇哦！帮你拿一下，帮你拿一下，谢谢。新人主动，不是很重，不过 OK。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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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同学，你们好，你好，你好，我叫蔡一洛，你们叫我洛洛就好了。好，洛洛，我知道你名字啊！啊？怎么他俩认识啊？他们两个认识吗？我们之前是互关的网友。哦，网友。不要站着，大家坐吧，坐吧，大家坐一下吧。请坐吧，新同学，来吧。新同学，坐吧。新同学，请坐。我坐哪里啊？想坐哪都可以，都可以。我坐这吧。我要坐洛洛旁边。我坐这，我坐这。背着太阳的。可以提醒我了，我也背着太阳走。是吧？就是来大家介绍一下吧，要不就
我叫蔡一洛，大家叫我洛洛就好了。然后我是出生温州，然后在很小的时候就来杭州，也是温州的。温州，温州，温州人。我也是温州人。真的、啊、真的吗？哇，就这么巧吗？是的，是的。别再上皮革厂了，求求大家。我是刚刚研究生毕业，然后从英国回来。哦、啊，好官方啊！你什么学校，什么专业的？你们可以猜啊。好可爱，他长得好可爱。UCL 不是 ，LSE 不是 ，UAL，KCL 吗？霍格沃兹，那就是帝国理工。嗯。哇、wow, 哦，帝国理工，蛮厉害的哦，超厉害，哇、哦，好厉害！我们猜专业，专业更好玩。不太像我会学的专业。计算机不是，心理不是，物理有点接近，但不是。数学也不是。什么分子？什么什么什么？不是。那是什么？土木工程。土木工程好有反差，也是好有反差的一个人。土木工程，盖房子啊？对。那你评价一下我们住的地方？还不错吧？这女孩给人感觉挺舒服的，感觉是个狠人。狠人吗？感觉蛮聪明的。她就是那种没有什么侵略性的那种感觉的人。嗯，你们有没有发现今天穿着三班来了两个新朋友？除了我还有别人吗？还有他，畅青蛋白时光酸奶，零蔗糖高蛋白哦。谢谢。哇，口感绵密，超好吃，控糖还能补蛋白，真的超级适合我们。嗯、真的超好吃哎，这个。要不我们进屋看看吧？可以啊，可以啊。我帮你把箱子放进去了。好的，谢谢。请坐，请坐。好的。大家突然都害羞起来了，怎么回事？哇，我也看上这地儿了。我也看上这地儿了。哎，这些可以喝吧？张张和小葛，小葛在那儿。大家都各怀鬼胎。继续吧，啊，我再先问个问题吧。最能代表自己理想型的明星？我填的是早期的刘昊然。早期的？这话说的有多早期？早期的，有人懂吗？早期刘昊然长什么样子？就是讲刘昊然那个样子。其实也不一定，就是如果是要少年的话，就是要比较清爽的那种。对，就是比较油一点，就是要清爽。刘昊然听了在家直跺脚。你能不能就是说一下异性最最吸引你的点，就是外表上。外表上。对。眼睛。眼睛。好了，你来问我们问题吧。我有一个缺点，就是我记名字真的很烂。我记名字也很烂。哎，就考他吧，我反正我都记得住。来吧，你来说，我们每个人叫什么名儿？富家不。富家儿。不是那个叫什么那个富家琪，腾光，腾。正直。都正正叫这么久了。腾正光。腾光正，腾光正。曾荣吉。叶舒婷，然后，新同学，我姓张名佩，你就猜中间的字儿，中间那一个字你好猜吧？对，张什么佩？张佩佩，张佩佩。我重拳出击了，我现在要。然后，怎么他不记得张张？哦，好。好了，肯定记得了，我生日都记得。哎呦，张金云12月4号，张金云12月4号，没人问你生日，自己给自己加戏。哦，那好敷衍。内心应该还是开心吧？肯定开心。他表情没有感觉很开心啊。你看他的表情，哎呀，他是萨姐，他在暗爽。我觉得他这种就是刚刚小叶讲的那种偏爱，记不住别人的名字，但我记得你的生日。对。范范，我可不可以玩一下？来来来，你来。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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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我们范老师，范老师毯子。哇，哎，披反了，不好意思，范老师。完了完了，这俩再盖一个毯子，疯了。那个右下角的头颅看到没？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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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吗？你不用。OK OK。没事没事，他们两个一看就是好朋友。他们俩好朋友，嗯。对，张芳太容易跟别人成为好朋友了。他越不敢说话的就对，越有事儿。对，越有事儿。是，张张确实有这个问题。嗯。然后到这位，你猜猜我？小葛完了，小葛要暴走了。我叫什么？哎，你们往那边坐点，我屁股坐累了。哎，你们往那边坐点，我屁股坐累了。那你怎么不坐他们中间？太搞笑了。坐过去一点吧。哎，他想坐哪儿？坐中间。坐一下吧。啊！坐我毯子了，哥。他是想坐中间，但阿范一直跟着一起挪。直接说吧。换位置。那就拉个窗帘。换位置。啊？换位置。换位置。你可以猜一下我学什么？哎呀呀呀！小葛挺逗的，他。嗯。他在旁边想了半天，忍不了了，冲上去了。又被偏爱了一次，你看，张张肯定暗喜了。你嘴巴是怎么回事？你看他嘴。他们说女生的专业都很酷，是吧？都很酷啊。超级酷，张张的。我是驾驶船舶，我是航海技术的。太厉害了吧！就是没想到，就完全没想到。洛洛，你先休息一下吧。好的，休息。你现在对 Pico 什么想法？我觉得我跟他相处的确实很像，很舒服自在。但我觉得是朋友的那种舒服自在。哎，当当这样说我就放心了。放心是吗？嗯，因为我。我跟喜欢的人相处的话是有点不知所措。你会选择我吗？啊，愿意选他。你看他跟喜欢的在一起不知所措。哎呀，不行，不知道怎么回答。嗯，他会慌张。我紧张，我可能会坐在这里，我不知道说什么。但是跟 Pico 相处的话，我好像没有那种感觉。我不是这么着，这样。这样。哎，不是。哦、OK。这样，然后手抬起来，嗯，这样。就是，而且小我太多了。是我觉得有点像在看弟弟，弟弟。哦，你看。哦。哎，怎么说？情场是一二人情。哎呀。怎么突然邪魅一笑？不是邪魅一笑，就是怎么说？不知道。嗯。就是，就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去跟他相处？哎，其实我和你遇到的也是一样的问题。哎，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啊，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没有什么就是别的事情可以能做的了。嗯，就是我感觉其实张张的回应也不是特别强烈，我观察下来，不是特别，但是可能就是没有回应，你知道吗？没有，你猜对喽。他要是有一点回应，都是好的。很开心的这个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张张好像是真的没回应。对。嗯。嗯。哎，关下门吧，关下门吧。我知道怎么样去跟他，就是说那个相处，我已经没有说很逼着他或者干嘛干嘛了。其实我感觉我跟他跳舞那天相处的很好。过那天就直接打回原形，他太着急了。哦，哎，你知道我是什么样吗？就我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出现在那一段时间，我可能没有关注到他。我确实是我的问题。我这么说吧，其实，哎呦，我也是一个人，累就是，我知道，就是可能会累。或者说觉得不是累，就是没得到你。03年的小孩说这话太多了。
你有的时候能看到希望，但是你有的时候又看就完全看不到希望，就你我也有这种感觉，就那种哇，弟弟总是间歇性的想太多，哎，然后我也不知道张老师现在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喜欢那个新同学，真的想好多，我觉得不是，那个新来的那个同学，那他为什么呢？范老师躺着。哇，哎，批反了，不好意思，所以他拼命要把人家挤开。不是，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点吗？你看啊，他跟那个佳琪，有关系比较好。咦，你懂我们的意思吗？就是你救我们，哦，我过来救你们是吗？对，不是。你今天把我想问的，我就问一下他吧。你想问什么？我想问他，好感最好的男生。两个胡思乱想又没什么经验的人，条纹兄弟。我觉得我今天都没有留言。我今天不好说，我感觉得看这。等会儿，我估计他可能会给傅佳琪，因为他朋友们也好留。你说我等会儿怎么跟小爷解释？小爷，我觉得不用解释，你越解释越乱，就好好跟他相处就行了。我不建议他们互相给彼此出主意。真的，我不建议你们两个继续聊天了。你解释没有用，得拿出实际行动来。我觉得专家什么实际行动？好感最好的男生，其实我也看得出来，又看得出来。你看得出来有鬼。啊！救命啊！好难啊！哎，我现在也很烦啊！我现在也很烦啊！这好像我们第一期的反应哦，好难啊！我看不懂你们。我看得出来，我也不知道怎么打破了。我真的很想，超级想主动，但是我就是有的时候我就是不敢。啊！救命啊！他们两个自己打开了，有点隔阂，哎，有一点就隔阂了，隔了。太可爱了！我也是。我感觉他在躲着我。对啊。那你等会想玩什么吗？我是想跟他一起的。我也想和小爷一起啊，那你就别跟我一起劈柴啦，我们肯定是要和对方的女生一起啦。对，走吧，快点，等会小爷被选。来不及了都。真的是，哎呀，救命啊！真的好可爱。怎么样？一会儿一起去机车？可以，哎，我来，走。哎，好酷！啊，他们两个配一起啊？你可以先带一下。他们两个去玩去了。其实我之前也感觉能带得动七七的，就是佩佩了。是互补，这个样子。应该下面那扣起来，这样扣。快点释放你的魅力。主要是七七也开始总结之前的经验，他现在就主动一些了。Okay, 谢谢。你可以自己调整一下，再调整一下。然后，我觉得沈月你也是弱者心态，你就总觉得要弥补他一点什么的那种感觉。对，我很容易做慈善。是吧？我现在可以上来了吗？可以啊，这边也可以。对，左脚踩这个。骑机车很危险。等一下哦。OK。可以。你可以就是往前倾，扶住油箱。好的，就向你过来，对，扶住油箱。哇哦，扶住油箱，直接抱你不行吗？我很紧张，你一定要好好驾驶啊！我慢一点，我先慢一点。你要好好驾驶啊！重心往前。有你了。走了。我第一次看这种扶住油箱的，生怕有一点越界，可以吗？可以，可以再快一点点。再快一点。好爽。我要看他的手在放哪个位置。目前在油箱上。好爽。七七。哇塞，你看这个景色，好美啊！哎，那我们上来拍拍照吧。可以啊。天空超蓝。照个镜子。不管他。我教你，就这个，在这里，对，然后另一个手，你，啊，对对。对对对，撑一点点，对，撑一点点，把框架摆出来，然后就是放松。哇，好喜欢这种教我拍照的人啊！哇，巨帅，很帅，哇，拍的也很好看。是的，哇，就是有点帅吧？但是他们会像朋友吗？会？我觉得目前看起来像朋友。他这么想，我觉得
七七不这么想。七七说不定又陷入了哈，又陷进去了。七七无敌无敌，真的无敌，可以拽一点的那种，很棒啊。我跟你说，我之前因为我不会开车，所以我觉得会开车的男的都很帅。感觉你才艺傍身。佩佩真的是个语言大师，真的很会聊天，太会夸人了，而且都能精准踩在人家的点上。我们在骑机车，好爽啊！再快一点点啊！哎，快了，没事。快，怎么车？我们比狗快。快！真的好开心啊！哇，丽江的风景真的太美了。对啊，而且丽江美得特别纯粹，天空呢是纯粹的蓝，雪山也是纯粹的白，大自然是纯粹的美。对，跟这杯畅清蛋白时光原味酸奶一样，它是特别纯净的一款酸奶，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生牛乳和乳酸菌，每杯都是天然的牛奶营养。嗯，真的是满满的奶香，特别醇厚。干杯。干杯。没想到哈，两组人的那种感觉关系都发生了一些微妙的一些变化啊。其实刚刚这段片子当中有一点，就是关于佩佩，他其实一天挺忙活的。佩佩跟小叶聊的时候完全就是一种劝分的态度，反正有点重，我们一般遇到重我们都不敢去聊，生怕我们说确实不咋地，两个人一下好的要命，我们在中间里外不是人。还挺佩服佩佩敢在那儿聊那么久的。我跟你讲，我看易梦玲看那个佩佩在聊的时候，易梦玲就有一种别聊了吧。因为就像杨迪老师说的，就是里外不是人嘛，那就是有那种劝分100次，然后结果去吃席的呀。坐在那儿吃席，喝的比他们醉的还早。反正每次我的朋友跟我吐槽感情问题的时候，我都会顺着他们说，对对对，你说的对啊，分分分，该分。我就是特别狗腿在友谊里面，而且朋友也知道我给的意见一般都没什么用。他就是单纯想说，遇到那种时候。我们来做一个那个简单的一个测试好不好？嗯嗯，男生跟女生给出一些不同的答案。啊啊啊！我先来扮演一下男生，跟兄弟团来出道题，就是我女朋友总是不在我需要的时候出现。我很难听到有男的问这种问题。你需要他抬水还是？你独立一点吗？这也是劝我的方式，你也可以这样说。我说你有那么需要什么时候？我需要他，我很需要他呀，我现在就很需要他呀，我已经好几天没有见到他了，我想吃个饭，想两个人吃个饭都没有人陪我吃。我陪你吃，走吧。你是单身啊，我有女朋友，干嘛跟你吃呢？我们是作为你的朋友在跟你分析，不是你来骂我们的。给他女朋友打电话，快分吧，快分吧，这个男生太娇气了。阿普，我女朋友总是在我不在我需要的时候出现，我该怎么办？我昨天想找个人说说话，但是她一定要跟她闺蜜出去玩逛街。那你一起去逛呗，你也去逛。很好。她说她要跟闺蜜一起玩啊，我没办法呀。你不很喜欢跟她闺蜜玩吗？我们肯定就开这种玩笑。另外一道问题问女生啊，就是我男朋友总是为我非常讨厌的那个女生说话，他有病吧。我觉得这个女生都忍不了。别说男朋友了，就算是我的朋友，他在为我讨厌的人说话，我都会生气。也会生气。对，我都会哭出来那种。对，朋友们，你看还是姐妹好。很好沟通。直接一个情绪立场站到一边，你要反思一下你自己的问题。不是，你的那个事情特别做作。人生哪有什么做作，没有分大事跟小事的，感情当中他逛街那个事儿比你那事儿大多了。那我再问你一题吧。啊，来，我女朋友总是喜欢刷一些颜值博主，怎么办？你女朋友喜欢刷一些颜值博主？对啊。
那些帅哥是吗？对啊，那你赶紧照照镜子。出问题了，你的颜值出问题了。你们能不能给我出个热搜？叫杨迪照大佐去照照镜子。而且他女朋友还委屈自己跟你在一起嘞，他人怪好的嘞。想问一下姐妹们，男朋友天天去刷那些美女的那些视频，我该怎么办？他们老刷那些博主。我就不会喜欢这样的男生。对，嗯。你别说这样的话了，易梦玲，刷的就是你。刷的就是你、啊。不过爱我的女生会更多。你们有的时候啊，我们不会刷男生的那个。你们都不喜欢帅哥，你们在跟我讲什么、啊？我上班就天天跟帅哥一起上班，有什么可刷帅哥的呢？哇，身边都是帅哥。不是，就是感觉男艺人都长得好看嘛，男艺人都长得好看嘛。啊？你都长得好看，后来出现了个妈，坐在这儿有说服力的不多。其实这些题目想说话就刁钻一下，刁钻一下就还有点难度回答了。嗯。就是大家一定要搞清楚社交关系跟咨询关系，就你并不是一个情感导师，你不要去充当这个职责。假如说他有了一些情感方面的纠葛或者问题，走，请你吃大餐，给你买礼物，用这些方式让他开心，而不是帮他分析啊，还出主意啊，没有意义。实在不行，我送你个礼物，就是你去咨询专业的这个老师吧。好啊，有问题找志玲。好了，我们接着往下看，来，先劈柴发泄一下，给自己鼓鼓气啦。劈柴二人组，我是俩人去劈柴去了，可还行。来，来劈柴，来，怎么劈啊？哇哇哇，这好难劈啊！哎，你这是什么东西？我来，他肯定是垮掉的。一般这种 BGM 就是垮的前奏。我的墨镜，让，让，让，打歪，小心啊！哇哦！可恶，被他装到了。真的被他装到，真的很可恶。哇！牛啊，看到没？怎么劈的？物理物理，还是有点技巧的啊。嗯。Hello。哎。Hello。劈早了。你们在这劈柴吗？耶。要不要试试？要试。我要戴手套吗？我们一人给你一个吧。好的，谢谢。你可以往后面抓抓，这里，对对，这样子劈。哇，可以可以可以了，哇，可以了可以了，发泄一下了，新来第一天。你们来，没事没事，已经很棒了，我前面一下子也没有炸开。小峰，好好发泄一下，好好发泄一下，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生活。等一下，这就是生活。这确实是生活，你永远干不掉生活，生活对你永远产生不满。Let's go， 最后的生活。劈完这个，我要去找小叶了。哇哇！我去找小叶了，你们再劈一会儿。OK，我把这劈完。去骑那个机车，好。哎，那他也走了。走啦。张张和七七吗？对。哇，这兜风也太爽了吧！我感觉他在躲着我。新同学都比我那个一点。哇，这好好看，这个风景。七七现在专门给人当司机了。琪琪后来在丽江留下来了，一天150。
真的是生活，你永远干不掉生活，生活对你永远产生不满。他那个背上就是个劈柴的兔子。想玩啥吗？有骑马、砍柴，还有什么？好像没了。哦，看，先看一下他们柴怎么砍。我前面和 Pico 砍了，超难砍，我跟你说。你要去试一下吗？要不我去砍柴吧。其实挺爽的。先戴手套。哎，他主动了。嗯。你想把它立起来砍吗？哇，这么重。好。啊，好危险呢。别砍我。我来给你演示一下，就是先把它举到后面，然后呢？然后，哦，我试一下。但是你真的小心哦。一，不，就是你可以。你别管了，让我看一下。拿下明月。你走开一点，我怕看到你。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怎么了？在生火了？现在就生火吗？这不都是晚上该干的事吗？没事，你一起堆吧。哎，好了，坐上去吧。坐上去吧。坐上去吧，坐上去，烤他，你要烤我屁屁啊？不要说叠词哦。我们进行一些严刑拷打，坐吧。行，好，我这样做啊。嗯，啊，好。前面是主考官。哦，好。嗯，好，从哪里开始呢？嗯，为什么这两天？首先，不理我。你这几天是怎么回事？没有主动解决问题嘞，小叶。我道歉。是怎么回事？我没有，有生活中一些细节可能没有。关注到你，其实我真的可能有时候太笨了，或者说我真的没有发现，就是我有点不知所措，我也不知道我该做什么。嗯，就可能你主动的方向或者方式可能有点不对。好。嗯，而且还有一些别的问题啊，就是你都没有考虑过，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要谈恋爱的话。哇哦，但你们男生就会觉得我们女生想的太快了，但是我觉得我谈恋爱的话，我不想浪费时间。很好。嗯，就是我如果谈了的话，我一定是很认真的。但是我觉得你就是很多地方其实是比较幼稚的，他还是在意这个事儿。然后不可能说一下子就让你成长那种。他就像做错事的小学生一样，是吧？如果可以的话，那肯定是会给你时间机会，但是你肯定要有这种趋势吧。就是好好乖哦。我也觉得好乖。我之前就跟你说了，我是有主动想要改变了这个意思的，对吧？然后呢？然后就是显得可能还是没有那么的成熟，没有担起就是男生应该有的这个责任。还有呢？还有，再不说要撒调料了。竟然有点爱看这种剧情。还有
就说放心，我一定会变成你要的那个人就好了嘛。你说说嘛，你说说，就是我有什么你觉得我做的不好的地方？就是有很多细节。嗯，女生真的很看细节的。嗯，可能你自己都没意识到你做了什么事情，但是那些在女生眼里看来就会觉得哇，这个人好好，你懂吗？懂了。嗯。哎，我错了。哎，我错了。哎呀，怎么会撒娇啊？我确实可能有的时候我也不敢，你知道吧？那这样我们就约法三章，就约法三章，就比如说坐车啊什么的，就要坐你边上。然后吃饭什么的都坐你边上，就可以给你多加点菜啊，这种我们就先约定好啊。但是我觉得如果约定好了就很像那种就是把你这个人框死了。也不是完全框死嘛，就是稍微让我有几个能让我去努力的方向嘛，能让我去努力的方向嘛。能让我去努力的方向吗？你就说一点小细节能让我能做直接做的。那我也想不到啊，就是这种东西需要你自己需要你去观察。懂了。嗯，哎呀，那你现在能原谅我了吗？哎呀，又开始下次。有待考察。有待考察。那以后我就叫你，就我就不要叫你小爷了，因为大家都叫你小爷。干嘛？你想搞特殊吧？对啊，偏爱来了。对啊，我觉得就是要叫一个特别一点的称呼啦。怎么了？这些都是。哎呦喂，你想叫什么？我就叫你小叶老师好不好？哎呦我的妈呀，好不好？孩子，你不知道这些东西会播的吗？行吧。行吧。那小叶老师，今天我的这个严刑拷打可以结束了吗？哇，那你下来吧。这种闹矛盾啊，有的时候就是要一个态度，特别理解小朋友。还行还行，小朋友来点这种挺好的。走吧走吧走吧。你要去骑马吗？走吧。小叶老师。你看这里有什么变化吗？怎么还来？哦，你把你放到我旁边了。上面好挤啊。我都感觉我跟他差了辈分了的感觉。我想一次，小心，时刻小心有地雷。啊！以后你就都要和我走在一起啦。啦啦。都要和我走在一起啦。凭什么？那我们现在来玩一个，就是我在你前面走，然后你离我的距离不能超过三步。好。哦。一步。往后退一步。两步。三步。好，然后我在前面走，然后你自己控制那个三步的距离。好。这个偶像剧会怎么演？突然急刹车，一个转头撞到怀里。那以后我就叫你，就我就不要叫你小叶了，因为大家都叫你小叶。干嘛？你想搞特殊吧？对啊，我觉得就是要叫一个特别一点的称呼啦。我跑这么快？跑了，你看，跑起来跑了。急刹车要来了吗？你想叫什么？我就叫你小叶老师好不好？行吧，逗小孩。哎呀，我想到那天舞会，你牵着我跑。开心小狗。我在你前面走，然后你离我的距离不能超过三步。好。哇塞，以后你就都要和我走在一起啦。啦。
那他的同学看完这集之后肯定跟他都就这么聊天。小峰来啦，全班都这样了。小峰你给我发信息啦，就肯定真的他要射死在班里了。可怜骑马吧。好，美女你先上。我怎么上？他抱你吧。怎么抱？会不会摔呀？我好怕。是的，是把他脚抱在这上面吗？还是脚先踩在这儿？骑马的话，腋下腋下，有羽绒服没事，有羽绒服没事。之前是直接的，直接的，上，很棒哎，这样可以拍照，挺好看的。我的刘海。走吧，这边骑，我可以上吗？是不是？怎么上？我上到后面呢。两个人啊。这后面不能坐一个屁股了。但是你只能坐在这马屁股上。然后你把你的脚凳先放掉。好。然后我得拉着这个吧。拉着这个，他就拉着这。他怎么拉呀？哇，好了没？好了，骑马啦！你抓稳。哇，这会不会有点太超过了？他们差不多在谈恋爱了。他们其实我觉得是比较接近恋爱状态的。走慢点。害怕吗？没有，我全程都在捂刘海。保护刘海，保护刘海，推我哪，往哪走呀？你挑的担，我牵着马。现在最受不了的是马，那匹马吧。马心里在想：快点下来啦！我感觉这个衣服后面很像个鼓风机，超级胖。我帮你盖住，他就起不来了。抱住，抱住，站稳啊！等一下，我叫小峰。你好，我叫小叶。然后一二三。觉得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温暖，很阳光的那种感觉。这感觉是婚礼上才会放的这种。你先下。真的假的？可以的。你就躺着嘛。我要伸进去了。他的声音也变了。他的声音也变了。我恋爱中的人。可以。你手，3, 2, 1，快把我拉起来！哇，起来！没事，可以的。哎，你说如果真的有人在这个节目里，后来最后真的在一起，我们结婚了，真的很棒！哇，婚礼上有多少视频资料，朋友们？第一天相遇，第一眼相遇就有记录，真的。走啊，骑马去。现在就去啊！对啊，走吧。你骑过牦牛吗？我骑没有啊。你小心点。费拉也骑马去了。我们先兜一圈。我们多兜几圈吧。好。他一个人在这儿啊？阿范，你看这骑马环湖，这俩马是一对吗？这个是我的，这个可以是你的。但也可以，这个是你的，那个是我的。什么？你很怂。但他俩在。TT， 哎呦，他是一对吗？他俩怎么有体型差呀？还，他俩体型差就是是不是我差不多我俩的体型差？我想跟他先培养感情。你们也骑马吗？